传我的命令，查封银行，物资归军。等日本友军一过城，典礼进行完，咱他娘的就把嫩江给占了。马占山。 热烈欢迎日本友军驻扎城内，愿两军联理通知，共图大业。好，谢同志。按说呢，我不懂军事，也无权过问，但是现在日军兵临城下，黑省和其他省份的陆路联络又被切断。 前景堪忧啊！万局长，军事上的事情你确实是管不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管得了的。什么事？你是桃园铁路局的局长啊，你可以马上给桃南机务段下一个吊车令，把所有的车皮秘密的调回齐齐哈尔。这样的话，一旦开战， 让那些日本人和汉奸军没有车皮可用，这也是对保卫齐齐哈尔立了一大功啊！这事儿我能办，立刻就办。好。 铁路局局长，好啊！我怎么的，我没提防这小子会来这手啊！火车都让这小子给突了走了。张司令不必着急，如果需要机动车辆运兵，我们日本皇军可以提供。半国兵，你才吃了几万高粱米，老子吃的咸盐都够他铺条路的，算计我他还嫩了点。 张司令，我这次来就是奉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，向您商讨就职一事的事情。还是日本朋友够意思啊！对，就职一事还得搞啊，受了多少年的瘪犊子气，该撒我得撒出去。 这些日子没见过张麻子穿的这么人五人六的了，啊！哎呀，这么些年，你们跟着我呀，我都觉得你们憋屈呀。今天，我就任东北军总司令，就是要带着弟兄们吃好的、喝好的，咱们也过好日子。谢司令，谢司令。 张海鹏、张大麻子叛变反水，哎，我这马上就要当省主席了，这是要给我上眼药啊！这是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哎，咱不能欠了礼数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桃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张海鹏的军马场。 旅长的意思是，拔了他。报告旅长，我愿意带人拔了他。好，你带一个骑兵排，我限你3天之内拔了他的军马场。是。
行了，别打了。你说你干点什么行啊？人家二十几个人把你们打成这个熊样，哎呦我的个战马呀！那是咱们的腿呀、啊，我信得过你才让你去的。你说你这个饭桶，爹，不是我手不住，是马占山的偷袭呀！闭嘴！马占山，马占山，跟我杠上了。爹，马占山真的挺厉害，咱们可。我咱可不能到日本人的炮灰呀！废物，点一滚！站住！ 我看你们不像是科学家，像军人。怎么会呢，长官？科学家也练格斗吗？方阵只用而已。还拿过枪？拿仪器的，拿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们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，你们也没有进入黑河的正式文件。 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点检查。八嘎！不许说脏话。我们可是日本国民，快放了我们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把我们的军事布防都搞得清清楚楚。 还说不是间谍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事儿？旅长放心，知道的就咱们三个，还有几个卫队的兄弟。叫什么名字？国籍？问你话呢，听不见。 你们来黑河执行什么任务？调查土壤，考察农业。调查土壤还带枪，带军事地图，啊？你们把我们的布防都标得清清楚楚了。说。八哥，你给我闭嘴！ 说，我们是日本军人，这次的任务是。旅长，现在证据确凿，那几个日本人就是间谍，现在怎么办？这帮日本人太险恶了，掌握了我们那么多军事秘密。是、啊。
我们要是放了，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？放了，我们黑河的防务不全让日本人知道了吗？可要是不放，日本人得到消息也会把人要回去，那跟放了又有什么区别？ 要是不放，也不走漏风声。明白。我们的黑河的总部被破坏了，黑河地区反日感情强。 麻雀さんは東北軍将校の中でもかなり反日寄りだ。いち早く取り除かねば。麻雀さんという男は残党林の部下です。我々日本に対し非常に排斥的です。一筋縄ではいきません。手強い相手には実は最も簡単な方法があるんだ。死あるのみ。 どんな獰猛なトラも死んでしまい地に倒れれば、たとえ子供でも恐れることはない。死こそ最も偉大なる征服者です。うん、黒木君、私の情報部に君のような精鋭がいることを誇りに思う。麻雀さんを消すことが君らの一番の使命だ。了解しました。今天咱们商量商量。 启程去齐齐哈尔的事儿，你们有什么想法说。霍龙门和北大山岭那一片胡匪不断，而且道路泥泞不堪，沿途恐怕不会那么顺畅。我看还是要做权宜之计啊。那就走水路，咱们经过佳木斯去齐齐哈尔。那得等猴年马月啊。你懂个屁呀！ 咱不是得听着点消息吗？啊，现在时局这么乱，走水路花的时间长，对咱们有利。旅长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报告，旅长，哈尔滨张警会急电。念。哈尔滨张警会急电。既然去齐齐哈尔，必须走水路，路经哈尔滨，也好与马代主席会晤。一是好长时间未曾见面，二是。 商量有关黑龙江省要事。令。魏国清、陆海山、金昌浩、许三祥、孙大江随我先行走水路。王团长带领主力部队急行军直奔齐齐哈尔。刘青山、郑良琛留守黑河，随时待命。是。 明天我就要去齐齐哈尔赴任了。秀芳身为军人，为国捐躯乃分内之事，理应先国后家。今天咱们就做一个了断吧，别哭哭啼啼的。愿意走的就把钱拿上，啊。 是去天津啊，还是去哪儿，随你们的便。老爷在哪儿，我们在哪儿。我们跟老易一起走。对。如果不愿意走，那你们就把这酒喝了，也算是入了马家的最后一道门槛儿，就当马家的鬼吧。你以为我们不敢喝吗？爹，我也会开枪，我跟你一起去抗日。你给我掺和什么？回天津去。 不是你让我躲起来啊！我让你躲着，你就躲着。东北现在所有的老爷们都在抗日，你让我躲起来，哪儿何不带武功？生死当如孙仲谋。你少跟我咬文嚼字儿的。儿子听老子的，天经地义。那你当初要听我言话，能有今天吗？你给我滚犊子！等哪天我死了，你就不用躲了，你就出来给我报仇。我今儿就不听你的，个兔崽子！ 上哪儿去？把他给我拦住！少爷，跟我犯毛病是不是？啊，马上给我滚回天津去！大哥，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？老魏，你去安排一下。
还在黑河的日本侨民商社，让他们限期离境，全部礼送到哈尔滨。有滞留者，一旦黑省发生战乱，本司令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还有，你让唐秘书把他护送到天津。是。小兔崽子，咋回事啊？又起什么幺蛾子？四姐听说你明早还是要去齐齐哈尔，肚子就疼得不行了。啊，我去齐齐哈尔，他就肚子疼啊？啊，我只说不当省主席了，但我没说不打日本人。啊，你们想让我学那些吉林、辽宁的兵，脚底抹油，溜啊！老爷，您这就是说话不算数，您骗我们。谁说话不算数？哎呀，雪芳啊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老爷，老爷，我求求你，咱不去齐齐哈尔行吗？老爷，求您了。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们再把这拨浪盖放在地下，我就毙了你们！站起来！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四太太羊水破了，可能要早产。啊！抓紧备车，去医院。玉泉，玉泉，老爷，别停住，别停住，停住，走，上医院。この計画は成功のみだ。失敗は許さない。把钱给我，旅长。停住，玉贤，停住。双喜，停住！停住！玉贤，玉贤，那真是要死命，看到了自己都没爹了。土曜原君，このことを
君はどう私に説明するつもりだ。確かに今回の暗殺計画は失敗しました。私と国領会と中満州の大日本特務機構が全責任を負います。軍部の同意もなく勝手に暗殺工作を実行するとはな。君たち特別行動部隊少しやりすぎたのではないかね。閣下、麻雀ちゃんは根っからの抗日武士であります。奴には思い知らさねばなりません。奴を消さねば満州には安寧はありません。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。しかしなぜジャンハイポンと同じようにマージャンシャンも行かないのか。もしマージャンシャンが我々日本軍に投降すればマンモは我々のものだ。司令官殿、私も司令官と同様天皇に命を捧げ、いち早く黒竜江の全生涯を取り除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しかし閣下には閣下の、我ら実行部隊には実行部隊の考えがございます。この件においてあまり悩む必要もないかと。范倔是不是？你是爹，我是儿子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倔也没用。到了天津，你要是敢胡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走吧，走吧，少爷。小你就不让我当弄枪，为这事你还打我好几顿。爹，你是真疼我，可是儿子也疼您啊。我知道你和日本人势不两立，黑龙江这一战要是真的打起来，那必是凶险万分。是你身边是有魏叔叔、刘团长、双喜、海山这些故旧亲随，但是有个亲儿子在你身边不是更好？爹，如果我妈知道的话，她肯定会安心的。爹，你让我留下来吧。爹，你给儿子一次报效国家机会不行吗？马秘书，带他走。我不去天津，我死都不去。爹，你让我留下来。爹，你就让我留下来，我求你，我非留下来不可。少奇，旅长，把他给我拖火车上去。爹，别跟我走，爹，不要碰我，我不走，爹，爹，你别跟我走。失望させられた。我が軍部の顔に泥を塗るとは。閣下、自分が切腹をもって罪を償います。立て。今はまだそのような時ではない。エレだ。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奴が父母に到着するのを察してよ。どうかご安心を。もう準備はできています。今度こそ失敗はありません。兄弟啊，想当年咱们跟随大帅出生入死啊，
这小六子看不起他们，不用他。现在咱们和关东军挂上钩子了，要枪给枪，要子弹给子弹。这把胡子，当了龙江主席有啥了不起？咱们就要争口气，非一口气拿下龙江不可，让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。大哥，你就说咋办吧。 都是一个战壕的巩固的兄弟，你等马虎子到之前，咱们就进攻江桥，给他来个下马威，也让日本人瞅瞅，咱们兄弟那可是不光拿钱不干事儿啊，这也好让日本人对咱们刮目相看呢。大哥，我瞅那多门三郎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 这个王八蛋土高子东洋小鬼子，打他来了就没正眼瞅过咱们，你瞅他虎了吧唧的。我就是要给他露一手，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江，老的辣。传我的命令，进兵江桥。张爱鹏现已将两万人调往距泰来仅30华里的伯克图，日军东门师团也已经进抵洮南。江桥一线。 工事构筑的情况怎么样？刘润川的工兵营已全部到达前线，加上大兴、汤氏一带的老百姓自愿出工，修筑的速度很快，而且还用了许多钢轨和枕木，还算坚固。李电，发马占山。张逆海鹏一部进逼黑省，情况万分危急，速决。 错人了，大哥，どうしてここに着替えてたらいないから。行きましょう。大哥，哎呀，中东路同江一战，东北军、海军、江防部队全军覆没，这黑瞎子岛。 不明不白的就让老毛子给占了。这中国地盘这么大啊，谁都想占。他娘的，现在小日本也想占咱们的土地，这帮畜生！这小日本是欺负咱们中国无人，使军纷乱，要不然也不能让他钻了这空子。哎呀，要不是东北军意志，老蒋还管得着咱们呢？啊？ 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老蒋现在在南方呢，管不着咱这段。黑龙江的事儿还得咱们自己决断。恨不得早点到齐齐哈尔，大哥一声令下，俺们一人带着队，扒小鬼子的皮，喝小鬼子的血，吃小鬼子的肉。到哈尔滨还得几天？如果顺利的话，估计两三天内就会到。 报告张司令，徐景龙前来报道。嘿嘿，报什么道啊？你也是上将，坐坐坐坐坐。我有话跟你说啊。许旅长啊，哎，咱们的兵都到哪儿了？根据秘密会议的布置，我的两个团已经开始进攻。
黑龙江守军朱凤阳团和徐静北团已经撤了，不知去向，估计是撤到江北去了。枪支弹药、炮马军粮都配齐了。日本人给的枪、子弹、炮，我已经都配属下去了。粮食我征了30万斤，大洋50万块，这个该有的东西、家伙也都算是齐活了。嗯，咱就得往死里干了。哎呀，只要是能闯过黑龙江省的大门呢，有日本人在后头给我支着，我就是黑龙江省最高行政长官。你别说是日本人呐。比小六子讲究，张司令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带兄弟们打到江北去，把您送进省城。到时候什么张学良、蒋介石，那都不好使。他马胡子还没进省城呢，我就把他那把椅子给他搬了家了，让他做一个丧家之犬。就他娘的这样干，啊！把前线所有的部队交给你指挥，你可得给我争个脸呐。哎，只要一竿子捅过江去，到时候你就是黑龙江省最高军事长官。张司令放一百个心，徐某人要是办不到，就不活着回来。吃饭呢？吃饭？吃饭一起吃去不就完了吗？这可不行，您现在可是省主席，是日本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再说这船上人多眼杂的，没准就混着黑龙会的杀手。哦，谢参谋长有电报来吗？还没有。张大麻子是恶狗吃鸡屎啊！说不上他今天就要发动进攻。说啥？还把我腿挺折的，给你了，给你，动啊！别动！瞅啥？他们全是我兄弟，我就说出门不愿意带你，你得啪啪这顿吃着，呼噜呼噜的，馒头造七八个，那玩意儿还急眼，腿放着还要撅折的，你说兄弟你哪有这？指啥呀？不认识我呀？有这功夫伸手了？动手啊！行不行？老子弄死你！还要弄死我？哈哈哈哈。
！海山，书记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主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进来。主席，谢参谋长电，张爱鹏一部云林江桥南发起进攻，请马主席示下，当如何应对？回电，令徐靖北部停止抵抗，诱敌深入至雷区，务必歼敌于阵前。是。大家都沉住气，听我命令。童旭明，到，告诉一营，到时候让他们断后，给我狠狠地揍。是。兄弟们，他们已经顶不住了，谁第一个给我冲到阵地上去，我赏大洋50万！冲！谢参谋长丁，张海鹏进攻被粉碎，已仓皇而逃。徐景龙旅长被击毙。好。另外，黑龙江省驻哈尔滨办事处张鼎三主任发来密电。张鼎三呢？这张景惠在码头上组织了好几百人，说是要欢迎我，这啥意思？张鼎三说这张景惠。在奉天和吉林，跟日本人早有勾结啊！我看他是想拉上我，啊，想让我当他投靠日本人的砝码。张景惠是我的老上司，我要是见了他，确实是不好说话。去，把船长给我叫来。是。爹，爹！哎呀，我说你好好说话。报告司令。我军全被打回来了，徐旅长被炸死了。饭桶，一群饭桶！不是，张旅长，你先去休息吧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你王八犊子，跟我玩阴的！马占山、谢克，两口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司令，您消消气。气大伤身，这次行动是战略上的失误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能不往心里去吗？丢人呐，丢老鼻子人了！东北军这帮瘪犊子追着打，这还没开始呢，损失了好几员大将，让日本人咋看呢？这个，司令，路还长，大不了咱们再像模像样的打他一次，这日本人的嘴也就不挂了。你说的轻巧。主席，人带来了。你是船长？对。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？前方20公里就是对青山。那儿有码头吗？只有对青山有个小码头，但靠不了大船。哦。对青山离哈尔滨有多远？距离哈尔滨30华里。那从那儿下了船能坐火车吗？能，三棵树火车站。我知道。那我们就在对青山下船。主席，您不从哈尔滨下了？张景惠，我还是不见为好。双琴，下了船之后给我备马。是。警长，经理，什么人在外面吵吵？去看看，再吵吵，老子毙了他！是。
江司令，多半太君，有失远迎。江司令，你刚一来就吃了败仗，我是特意过来慰问你的。多半太君，太客气了。张某吃了败仗，都怪天气呀，手里的枪也有问题，这没办法。您也看到了，这对方使的都是重武器呀，地雷子呀，炮弹呐。不过张麻子也不是怂货，我有一没二，下次我一定提着马志山的人头，我亲手奉上。张司令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本专房司令官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为江桥前线的总指挥官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整你的部队，做好军事行动前的准备。我大日本帝国将与你们一同作战。有皇军的配合，简单说，小小的江桥就是整个龙江，也就在说话之间的事儿。你可以下去休息了。现在我是这里的总指挥官，你可以去别的营房休息了。何者ではない。山子，咋的了？有啥不对劲吗？魏主任，前面这片林子，你没闻出点什么味儿来？味儿？我又不是狗鼻子，没那么尖。我知道，你以前吃过打生钉的饭。哎，听说带你钻林子那个老猎手挺神的，他叫德克苏。风的意思，这个打火老厉害了，能观天知地，四时八节何时风何时雨，无所不知。那辨认野兽踪迹更是一绝。怎么不走了？杜队长说前面那片林子不安生。怎么个说法？主席，你看，前面那片松树头上是不是有几只松鸡一会儿起一会儿落？有什么蹊跷吗？主席，松鸡最爱吃的就是松子了。这个季节，有的松子落在地上，还有的没落在地上。松子最多的地方，长在树中间，树梢根本就不长松子。要么松鸡在地下找食吃，要么在树中间啄食。而这些松鸡在树上来回这么蹦。这么说，树下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大不了是几个毛贼。走。不行。马主席是万金之躯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全都听我的。刘行，誰も撃つなよ。麻雀者はいない。这魏狗子真有两下子，猜得真准，还真没有人拦着他。魏主任跟着主席这么多年，那刺槐杆子也磨成光棍了。十五年以后，你看我双喜的。别跟我瞎扯，走，咱们回去。主席，咱们不是计划好了吗？冲出来之后直奔三棵树。咱不能把那些兄弟搁在那儿。啊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打我马占山的主意。走，加油！みんな打ち返せ！
你们几个人，能把羔子、兔崽子、马占山在这儿朝我来！ 喜欢看你穿工作装的样子，不知道明天马主席见到你会不会喜欢呢？马占山主席还未就任，省府就已经在疯传这位马主席。怎么说？一身正气，万夫难挡的男子汉。呸！好一个一身正气、万夫难挡的男子汉！ 我就不相信他马占山身上没有骚味儿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这省政府是一水的大老爷们儿，他马占山也是个男人。天底下男人都一个样，不是贪权就是贪钱，要不就是恋色。我就不相信他马占山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。 更何况，是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呢。现在可以带我去见我的儿子了吗？好了，我不都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儿子好着呢，等我处理完这些棘手的事情。 我一定会把儿子还给你，让你们母子团圆，再不分离，啊！老爷，老爷，万局长和邹处长到了。有请。二位，我家老爷有请。老爷，客人到。众人兄，昭兄，二位兄弟，有失远迎啊！ 快快，里面请。赶快去备一桌好酒好菜，我们兄弟三人要痛饮一杯。快去！是老爷。昭兄，我们哥俩是吃皇粮穿官衣的，这论财力比不了你赵伟元，论计谋耍心眼的他更比不了你赵伟元。这饭呀，咱就免了。你赶紧给我们哥俩拿拿主意吧。啊！是啊，昭兄，咱们可是多年的老交情。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马占山可说来就来了，咱们应该如何应对？这个马占山跟日本人有仇，是铁了心想和日本人干的。就咱黑省那几条破枪，他干个屁呀！放心，没有我和万老兄签这个字儿，他马占山就是个傀儡甲把式，聋子的耳朵摆着，他要想放开手脚干也没那么容易。 可这个马占山也不是什么善茬啊。咱们买卖人怕什么呀？最怕时机变乱，买卖砸锅呀。这个，赵兄不用担心，少帅和我爹已经有电令，明天就要把所有的重要物资转移到大后方去。我知道，你担心你的万贯家财，没事儿，明天一块儿给你拉走，以解你的后顾之忧。哎呦！ 万局长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这个我已经和手下的弟兄打过招呼了，明天抽出几十号兄弟护送万局长出城，由北平。
的电令在这儿，出不了岔子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，咱们可就有好戏唱了。장시공권을해주신스님인데子供を使って麻雀社に近づくんだ。和子とこの車両で待っている。全是有钱人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没有，快走！还求你了，行行好。啥事儿啊？大哥，孩子饿了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求你了。不行。求你了，大哥。爸，这比我好。别说，你咋那么没有同情心呢？人孤儿寡母容易吗？大姐，来，进来，我们有饼干。谢谢，谢谢。咋的？来，大姐，你坐。咋回事啊，主席？主席，孩子饿了，要点吃的。咱不有饼干吗？给他弄点热水，把饼干泡软了，给孩子吃。是。小心！这个孩子，别动！再动就打死他！追了，主席，人跑了。啊！哎呀，这孩子真是怪可怜的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这小日本太坏了，这么小个孩子都不放过。你说，等这孩子记事儿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咱能不能把日本人赶跑了。日本人真是不消停，步步紧逼。这一路上简直就是九死一生，也不知道到了齐齐哈尔还有多大的事等着咱。嗯，我算明白了，这小日本是非要弄死我不可呀！啊，他们是怕我当这省主席呀。老齐，想办法给这孩子找个养父养母，
马上就要到齐齐哈尔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是。主席，您穿这身衣服还挺精神。哎呀，你可别扯了，我这领带咋系下来的？我记得少帅教过我的呢。哎，这怎么不会了？你说，哎呀，这西装穿上啊就是别扭。 这哪有穿咱们那大棚袍子好？主席，这跟咱黑河那一亩三分地可不一样，这是省城，里边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咱可有点省城的样，不能丢人。省城咋了？哎，谁有头有脸？我没头没脸啊！我现在是谁你知道吗？我是省主席呀，我呀。俗话说得好，入乡随俗嘛，啊，你看咱们中华民国。 跟人外国人学的，政党、议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省城跟民国肯定一样。这扯犊子了，讲究什么讲究？哼，我马占山胡子出身，这小六子不把我招来当省主席了吗？咋了？都当省主席了，可不能跟以前一样。行了。主席。 马主席，欢迎欢迎，我是警察处处长邹玉婷，我负责来接你。这边请。好。哎呀，这省城就是不一样。 这灯火通明，真漂亮。哎，老虎，你说咱晚上住省政府，那得老舒服了，我感觉啊。我看你小子也就住树上舒服啊，土包子。马主席呢？马主席被邹处长接走了。 马主席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吧？俺不是马占山，啊？慌啥？开你的车。主席，叫旅长。那您现在就是省主席啊？行行，叫主席。主席，您不说给我找个媳妇吗？ 行啊，等把日本人打跑了，我给你找媳妇儿。那把日本人打跑了得啥时候啊？不把日本人打跑了，你能有家吗？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是谁呀？俺是边防军第三旅参谋处长魏国清。那马主席呢？马主席没来啊？来了，在后头。后面好，后面什么意思啊？ 后边就是后边的意思呗，你说这喂狗子啊，装的还挺玄乎，哼，一个假马占山坐在洋车里，我这真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大街上拿布粮，这成什么了这？都说走马上任，走马上任，啊，我这成了走步上任了，这还不是为了您的安全吗？ 我这上任哪能拿布粮呢？这成何体统啊？就算黑龙会的人想我打黑枪，我也得钻到车里去到省政府赴任。哼，谁给我出的这馊主意？我得打他二十军棍。啊？啊，在队伍里呢。停！哪位是马主席？马主席？哪位是马主席？邹师长，马主席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说是在队伍里呢。你看你这事办的，省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马主席啊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洋车我坐不习惯。马主席啊，现在我们省府上下都等着你走马上任呢。你说你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兄弟，你辛苦了。马主席辛苦，请上车。好，好。我。马主席人呢？别提了，被谢科给接走了。被他接走了，老总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我让你办点事儿，你就办成这样，你可真行啊！我们公司都能请人的，当然成的事。江海鹏は我々の駒の一つだ。中国に馬前卒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が、彼こそ我が日本軍隊のその道案内なんだよ。しかしジャン・ハイポンの目的は国領交渉の政務官になることです。ジャン・ハイポンという男、こいつはまだ利用する価値がある。我々の頭よけにするのもよかろう。我ら日本軍人の命は貴重なものだ。危険なことは中国人にやらせればよろしい。前線に鉄砲を出せ。作戦計画に基づき数日後攻撃を開始する。はい。で、司令，司令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我能不知道出事了吗？胖胖的小强，司令您别慌。我慌什么呀？马占山来了，我就跟他干！不是马占山，是东门三郎，他把前线撤下来的兄弟都给毙了。什么？哎呦，司令，您干什么去啊？这群王八犊子，要杀也得我杀呀！东洋小鬼子，跟我装什么蒜呢？我找他们理论理论。哎呦，司令，万万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马占山杀了我的大将，给我来了个下马威，气得脖子上拉着沙饼。听说这多门三郎在日本军中是出了名的猛张飞、莽李逵，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。因为他是师团长多门二郎的弟弟，所以没人敢惹他。您说这您要是把他给惹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咱们对这事儿也不能不闻不问，去了之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我跟你说。麻雀山の部隊はここで忍びを削って必ずや我々がここを占領する。ドマン太君。张司令，大驾光临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吧？ドマン太君，严重了，严重了。别人是前来看望日军的弟兄们。帝国战士虎虎生威，战无不胜。张司令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手下的士兵吧，他们全是废物，整个支队一个不剩，都让马占山的散兵游勇给打光了。我帝国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将贵军阵亡士兵的遗体从前线抢救回来，为的就是友军之意啊。张某治军不力，还望太君多多担待。哼，这也不能完全怪你，中国军人素质本来就差，发生这样的事情理所应当。那请多门太君督军啊，再给我点时间，下一次。没有下一次了，就让你的人在后方为皇军服务，你不能再出事了。张司令，我们还有要事商议，你请自便吧。之下草莽之中，只有这样才能生存。嘚瑟，等马占山的枪顶到他脑袋上，他就不嘚瑟了。
这位是黑省警署的邹义廷处长，马主席。这是省府委员赵忠仁先生，马主席，幸会。哎呀，你就是赵忠仁啊！听说你跟张海鹏关系不错，前些日子还去了洮南啊。哪儿的话，不会是有小人蛊惑吧？莫不是马主席一见面就怀疑赵某通敌吧？赵某只不过是跟张海鹏有点过从，但绝没有卖主求荣的意思，不过是想息兵霸占，为黑省百姓谋些福祉。果真如此，自然好。啊，我马某得感谢你。哎呀，诸位，自918以来，辽宁、吉林相继沦陷，全中国人民都在骂东北军无能，东北痛失家园，张学良少帅蒙污受辱啊，不能自白于天下，啊！我马占山在这个时候来当这个省代主席，你们说这值得庆贺吗？啊！来人，把这红布条子给我扯下来。谢主席说了吗？赶撤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，我马占山心里明镜似的，在这个多难之秋，我来当这个官儿，这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好活啊，是不是？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玩命的活。要是玩命还值得这么庆贺，那我他娘的不是疯子，就是傻子。说白了，我马占山这届政府要干的就一件事儿，领着黑龙江省的百姓和军队跟日本人开战。胆儿小的，不想跟我一起玩命的，你们就赶快离开这儿。我知道万福林主席曾经有令啊，擅离职守的以弃职论罪。现在不是我马占山当政了吗？这条我给你们改一改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命只有一条，命是自个儿的，谁愿不愿意拿出命来，那得自个儿拿主意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啊，要离开了，给我赶快走。是军人，我发2个月军饷；是官员，我发2个月薪水。我绝不难为你们。没有走了，啊！我马占山佩服黑省的官员和军人有骨气，这么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马占山一起共赴国难了？徐静美愿随马主席共赴国难。愿随马主席共赴国难。好，那我马占山就谢谢大伙了。马某既受命于危难之中，便绝不敢畏刀避剑，这有负于全省同胞的厚望。我一定拼上一腔热血，统领三军和日本人决一死战，学习东北军人的耻辱。这日本人侵我国土，杀我百姓，我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撅着屁股在东北耀武扬威。俗话说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哎，何况咱不是兔子，咱是大老爷们儿啊。蒙边督办张海鹏啊，居然敢当汉奸，这是我马占山最看不上的事儿啊。一会儿记者来了，我把话搁在这儿，张海鹏这个老兔崽子和日本人要敢打黑龙江省的歪主意，我就让他们滚回老家去。希望各位各司其事，各尽其职，倘若有侵犯我疆土或扰乱社会秩序者，决以全力铲除，以尽我保卫之责。我马占山初来乍到啊，有些事情我还不了解，希望各位包涵。报告主席，记者已经到达指定会场。好，走。
你是谁？哥，你是不是？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们新上任的马占山主席。为什么打人？他是我花钱雇来的，他把我搬东西砸碎了我的古董，就给他。啊，砸碎你东西你就打人？啊？凭什么打人呢？那行，他把你东西打碎了，我替他赔，行吧？来，我拿钱来。 这是我赔你的东西钱，啊！行，回来。打完人你就走啊？啊，东西打碎了是不是？我赔你钱了，啊！你想走那没门，那你不能白打，这是中国人。你个日本王八犊子！海山，到，揍他！是。 看着没？啊，中国人讲理，啊，他揍你了，我赔你钱，啥意思？明白不？啊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不能欺负中国人。 再欺负中国人，我见你一次，我揍你一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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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为我疆土，抗日无罪，抗日无罪，爱国无罪，爱国无罪，抗日无罪。倭寇横行，我们青年岂能坐视不管，对不对？对。让我们去省政府要求政府抗日。走。学道。那天我出城的时候遇到了日军封锁，恰巧碰到了一个日本女孩来中国寻找父亲，我就装成日本人和她一起混出了城。啊！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あなたも日本人なの？嗯。あ、多分あれよ。我们辗转黑河，但是并没有找到她的父亲。我看他可怜，就决定带着他一起来齐齐哈尔。桜子，私は齐齐哈尔に行くわ。私と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あなたのお父様の情報がきっと見つかるわよ。来了就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我们现在要去省政府，要求政府抗日。走吧。哎，可是走。和子姉さん、姉さんなのね。桜子、私を忘れたの？それはあなたの方でしょう。船で会った時、どうして知らないふりしたの？状況が緊迫してて認知できなかったの。父と中国へ行って商売をしていたのでは？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か教えて。話すと長くなるの。ここには長くいられないわ。各位记者啊，其实啊，我马占山不想接受采访，你说说啥呀？啊，不过我这刚当上省代主席，这不说点吧，也说不过去。那你说啥呢？你说呀，说啥呀？
其实我马占山就是个胡子。马主席，有消息说日本方面想与贵部和谈，共同协商解决东北问题的良方，请问马主席对此有何看法呢？和谈什么呀？哎，我跟日本人和谈什么？这中国的地方，我跟他谈得着吗？没啥可谈的。马主席有能力对抗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吗？那得打起来再说。以血还血，以血还血，为我龙江，为我龙江，抗击日寇，抗击日寇，以血还血，以血还血，为我龙江，为我龙江，以血还血，以血还血，为我龙江，为我龙江，抗击日寇，抗击日寇，为我龙江，为我龙江，抗击日寇，停停，同学们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们要去省政府，要求政府抗日。和日本人是打是和，那是政府说了算的事，不用你们操心。我此次出城有重要的公干，请你们把路让开，否则就把你们抓到监狱去。同学们不要怕，我们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，阻着人墙，不能让他跑了。还反了你们！这些学生给我抓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这群饭桶，吃人饭不干人事，拿着国家的俸禄欺负老百姓，日本人就要打来了。你们不好好练兵，如果你们都是怂包蛋，把脑袋塞裤裆里，让我们爷们上，你们手里那些喷火的家伙给我，我给你们打个样。喂，这还轮不到你撒野。他还有那些学生都抓去！住手！校长，同学们，在此民族危难之际，你们挺身而出，为家国存亡，为黎民百姓而奔走呼号，我吴铎十分感动。我希望大家要克制。哈哈哈哈吴铎校长，您来的正好，只是在这种地方相见，万某真是万分惭愧。看来万局长要先行于黑省人民而去，放下军务政务，出去逃难。哪里哪里，我的车里押的是黑省两大银号的官银，有数百万之巨，不能留给日本，我必须要把它转移到哈尔滨去，以免自毙。恐怕不仅仅是官银吧。这里确实是有家父的一些墨宝和书籍，那个也必须要送到哈尔滨去。但是我本人保证，只要把东西送到，我会立刻回省城，与黑省共存。亏你是万福林主席的儿子，真丢你爹的人。吴校长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你爱国我不反对，但是我车里压的可是官银，还得麻烦你劝你的学生让路。哼，你胡滚去吧！你身为铁路局长，不思抗敌，率先逃跑，他不配当我们黑龙江省的官儿。看来今天你是不会给我这个面子。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黑省的民众不答应。弟兄们，官银是国家之本，不容有失。冲散他们，谁都不许走。快把他给我抓住！快，有王法了。